我可以再抽你的吗？好，两杯，好，两杯，就是你，猪猪。两杯，两杯了，两杯啊，两杯而已，没什么啦。什么香蕉船的嘞？我不玩香蕉船。去啊！那你玩什么？浮潜。再说。哎，继续啊！继续啊！喝了酒就这样。哎，等快喝完。那你不会无聊吗？我最好喝的是。为什么他只喝一杯？孤单。他只喝一杯啊！他只喝一杯哦。他说他只喝一杯。阿瑞不能这样啊！一杯半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一杯半啊！慢慢来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喝太快要吐。不行了吗？好、哦，这个好。他应该嘴都不行。看你们，好像吐太大声了，不行。然后又加抽烟，哎，这样有点让我犹豫，你知道吗？干嘛？你干嘛开啊？他醉了，你白痴啊！开了。啊？9个4，大9个4。烟酒赏喝酒会造成什么？烟酒赏是因为喝酒跟抽烟。4个6，酒精烧喉咙，然后抽烟烧喉咙。会有吗？等一下，4个6我开要看。那你觉得我听起来有？一杯一样，一杯。3个。才会有。我朋友的爸爸说，我看起来在酒店上班，因为我烟酒上。谁是小猪啊？谁猪猪？猪猪，他连我名字都叫错。他叫他猪猪哎。对啊，他刚才说小猪和猪猪和谁是猪猪？谁是猪猪？自己喝一杯。哎，我没输，靠朋友。你看他醉了。好坑哦！你怎么那么坑啊？好坑啊！我连20杯。这是谁啊？好坑哦！这边要捐出去吗？这边是谁的？不知道。捐出去啊！我不行了。没有不行。没有不行。没有，今晚没有极限。36杯。今晚没有极限。还有最后一杯极限。最后一杯。塞你。忠穎，你会想吐吗？不会。好。太行了。开始了，快点！慢慢的，我手里，谁刚谁输？我啊！屁呀，我没喝咖啡哦。我清醒的。对啊。输了。10个6。熊，抓了！你每零个，给你4个，一个，超过，还喝，给你4个，没有，哈哈。